哇！伊拉克真系好唔得闲喎，又打仗喎。缩架缩架，乜要啲马骝啊？白鼠做试验品咩？杜甫翻扯啦，好唔好啊？系，呢个系好项目嚟嘅。喂，刘哥喺边啊？唔知啊，佢唔系我老公，喂，我啱先买完咋。OK，我过你老公嗰边。喂，接接接，二佬啊，吓，你知唔知我老公喺边啊？知啊，不过我唔讲你知啊。 你讲唔讲？你唔讲嘅话，赖你啦！你赖，叫啊，叫知啊，叫啊！啊，叫姐，叫姐，哎，什么事啊？哇，系，讲你几多次啊？呢度装修过，档次唔同噶啦，斯文啲。我啲想斯文噶，不过我喺入边啊，赚紧鸡啊，老细呃我啊，什么事啊？叫啊，你唔好搞鸡住啊！ 我记得咧，阿牛走嗰日咧，你咁咪送佢机嘅。系啊，咁佢去边你知噶？我知。韩国。韩国？韩国做乜嘢啫？有乜好玩喎？系韩国靓女多嘛，牛哥系夹靓女啊。傻啊！真系韩国都靓女，啲人嚟嘅，全部入个厂噶。啊！咁啊死啦！佢去掹面皮唔知掹到几时，我有急事噶嘛。 哎，查查，佢份人啊，掹嚟掹去都成个异形咁款噶啦，系咪咁讲先？谁是怪我啊？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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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啊，你呢？你呢？你呢？不错吧？啊，刘哥，啊，听说你去韩国了？哎呀，啊，喂，啊，你去韩国不是去掹皮咩？吓，乜搞到咁多冧冧氹氹，整容失败啊？我这五官长那么整齐，我用得着整容吗？实话告诉你们说，我去韩国旅游去了。哇，旅游啊！啊，咁旅游还旅游咧，咁只搞到成面一狗狗啊！系咯。哎呀，别提了，别提了。到了韩国，我才知道这个狗肉的厉害。喂，牛哥，不如我哋出去聚下好嘛？嗯，来来来，咩事？哎呀，我说阿祖啊。有话在家里说不好吗？干嘛非得到这儿来啊？哎，牛哥，你有头有面啊嘛，倾偈梗系稳达，环境靓啲嘅地方先倾得舒服噶。还行，你阿祖啊，还是懂规矩的啊。牛哥，你知唔知啊？即西关咧有一个咧福布斯排行榜啊，福布斯咧即系富豪排行榜，你系首位嚟噶，即系话咧你系商界嘅名人。什么？我是商业名人了，当然了，就跟比尔盖茨他们一样。哎呀哎呀哎呀！所以呢，我就有单大生意，嗯，想找牛哥你合作。什么大生意啊？是单出口生意来的。你知不知道欧洲那边呢，啲人不吃马骝的。当然我们都不吃马骝，但是我们有马骝，他们那边没有马骝，但他们又要马骝来做医学标本。所以呢，我哋將啲馬騮運過去佢嗰邊，你知唔知啊？一隻唔好賺多，賺$100，100隻就$10,000噶啦。那什麼是馬騮啊？啊，講咁耐你都唔明馬騮係乜嘢啊？唔知啊，即係猴子。哎呀，不就是猴子嘛？你說這10,000塊錢算什麼大生意啊？嗱嗱嗱，啊牛哥，我知你係商界名人，唔計較啲小數啊。但是少数是怕长计的，好像我这样得闲，我一日出多几百只的话，你想想一年下来多少钱啊？那我算算啊。哇，这就是100多万呐、啊！哟，这生意可不小。哎，没问题没问题，现在咱们就联系出口的事儿。不过这猴子哪儿弄去？这层你也放心得了。马骝咧，我就谂住咧去四川嘅峨眉山嗰度捉。四川峨眉山，不过这四川的猴子我没打过交道，不知道四川的猴子是不是也喜欢吃辣椒？哎，这猴子要弄到咱们广州来，要是水土不服，再有了猴子它也有思想啊，它要是再想家怎么办啊？系哦，这四川呢？其实运过来的皮费都不少的，我真的想不到的。不过话是话呢，
从化好多猫捞嘅，我哋去从化嗰度捉。嗯，那没问题，这生意。干嘛？俺们俩都快等着吃猴了。哎，塞车啊！系啦，早啊！嘿，你咁急叫我出嚟广州咩树啫？系咁噶，表哥，我哋咧做紧马骝嘅生意，咁班马骝又冇地方养，想寄养喺你屋企后边嘅小山嗰度。养马骝啊？系啊。喂，我啊猪啊养过，鸡啊养过，咩人养过马骝？哎，学下都好啊，系嘛？啊，系啦，早啊！咁啊，养猪同养马骝啊，边一份赚得多啲啊？呢层我就唔清楚啦，啊唔知咧，我就知道咧，我养马骝一日嘅收入系几万蚊嘅，咁紧要噶？这你放心，我是董事长啊，是吧？每个月我给你发工资，我保证这工资，你要养上马骝，比你过去养什么猪啊、鸭子、鸡挣的多多了。有这么好的戏啊？就是这么好的戏情啊！哎呀，系啦，总啊，咁啊。我想话侵翻少少股份，做翻个董事得唔得咧？你呢个要求咧就唔系咁过分嘅，我会考虑嘅。啊，其实咧，表哥你又唔使谂咁多，啱唔知咧，你将啲马骝咧养到服服帖帖咁就得噶啦。嗯，咁啊易过借火啦。我话搵多几只马骝打，然后搵啲马骝公配种。唔使一年啊，我保证咧就成斗啲马骝仔嚟吹山走。我哋啊走系咁嘅意思啫嘛。啊，系啦，祖啊，咁啊养咁多马骝而有乜用咧？出口啦，出国啊？啊，出边度啊？啊，系喎，牛哥啊，我哋出去边个国家？就是啊，咱往哪个国家出口啊？打啦。哦。我想。你帮下我个忙，可唔可以咧打听下咧美国嗰边咧需唔需要马骝？边度有马骝？问呢度做咩啊？冇啊，我有一笔大生意啊，我谂住咧送啲马骝过去美国。喂，我哋美国嘅人又唔食马骝，我哋有动物保护协会。系，一讲起啲动物咧，谂起食，我卖马骝俾佢哋咧，唔系俾佢哋食噶，系俾佢哋做实验嘅啫。咩话？吓，解剖做实验？更加唔得！哎呀，老婆啊，我求下你啦，今次呢个商机我睇得好准噶，你老公我犯唔发达啊，靠呢镬噶啦。喂，我系信天主教嘅，咁样嘅事我点都唔会做。啊，老婆啊，你惊住美国嘅上帝会惩罚你啊嘛 ？OK， 我唔卖去美国，我卖去欧洲，咁欧洲啲上帝唔会惩罚你噶啩？你谂得咁简单？动物出口有非常之严格的检验手续，不是随便装选就 OK 的了，你沟我都没用，你去海关看看。海关看看，即是回来问你就浪费气。我说阿祖啊，嗯，美国那边那事儿，戴安娜能不能搞定啊？牛哥啊，你估我老婆是戴安娜王妃啊？她说嗰啲咁嘅動物出口咧，就好麻煩嘅，要經過好多種嗰啲嚴格嘅手續。那海關那邊你認識不認識人啊？我唔識啊，你識唔識啊？我要認識我還問你啊？咁你又唔識，我又唔識，啲手續又鬼死咁難搞，睇嚟馬騮呢個生意都唔啱我哋做噶啦。不如我哋唔搞啦，好嘛？我也是這麼想的，你想啊？把成千上万的马骝都弄到国外去做解剖，这不成打屠杀了？系咯，好可怜噶嘛。我那意思啊，咱们干脆咱就做点国内的贸易什么的就完了。啊，有啊，我听讲咧有一个咧球囊反驳泵咧，呢个医疗器材咧好赚钱噶。啊，什么泵？抽水机啊？唔系抽水机，即球囊反驳泵咧就系即系
一種起搏器，即係人哋心臟有問題嘅時候咧，就嘣一嘣，咁就好噶啦。好靚嘅家，這怎麼那麼繞口啊？你在說什麼？扣囊反駁，嘣！就別扣囊，你給我講國語。球囊反駁嘣，球囊反駁嘣啊！對對對，嘣！做這生意能賺錢嗎？賺。我聽講過㗎啦，只要我哋攞到呢個代理權嘅話咧，我哋仲可以開多間公司添啊！哎呀，那還等啥呀？那就辦呗，簡直是啊！即係講起辦呢家嘢咧，就要請教專家先得啦。啊，係啊係啊，阿三，哎呀，阿三，你出嚟啊！咩啫？唔大車我有事相求啊！我同阿牛哥咧就想代理一個醫療器械，咁即係代理權呢家嘢咧，我就真係唔知道點攞，你可唔可以幫我打聽下？咩產品嚟噶？叫做球囊反駁泵，球囊反駁泵啊，系啦，嗱，準啦。喂，好拗口啊！你到時俾份資料俾我，我而家上緊網，一陣我幫你查啊，好啊，我一陣俾資料你嚇。阿老啊，咱如果一旦把这个泵的这个代理这个权拿到手之后啊，咱也不知道市场的供求情况怎么样，所以咧，我哋要市场调查，对嗰啲目标顾客咧，睇下佢哋嘅接受程度有几高。说干就干。行吗？哎，关叔，陈伯，王伯，你哋好，你哋好。哇，乜咁得闲啊？吓，企啊？乜既然得闲嘅话，不如阻大家一阵时间咧。我有一个球囊反驳方咧，想做一个市场调查，随便啦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嗱，系咁嘅，我有一个仪器咧，好新颖嘅仪器，内科仪器嚟嘅，咁啊叫做球囊反驳方。咁啊，呢个仪器咧就系当一个人有心脏有问题嘅时候咧，就用一支咁长嘅针插落个心脏度，跟住咧用个球咧，嘣嘣嘣，哇！呢个病人咧就有50%嘅希望噶喎。喂，阿祖，呢咩仪器嚟噶？咁长嘅针，吉落心度，哇！插唔死人嘅关叔，嗱，你哋都咁大年纪，系时候要谂下呢方面嘅问题噶啦。如果万一你哋大家利是讲句咧，心脏有问题嘅话，咁你哋会唔会用呢个仪器啊？唔会，唔好答得咁爽喎，关叔，你再谂下。又谂咩谂？我哋而家个咁生啱啱咁好身体，向我推销呢啲咁嘅嘢，你系惊我唔死系咪啊？唔系，关叔，你唔好讲啦，你快啲扯啊，唔好反面噶。阿陈伯，你会唔会用啊？我唔会用。扯啦！啊，王伯，我今晚去你屋企啊。喂，你唔好嚟啊！哇，祝師奶有乜咁熱鬧啊，打麻雀啊！係啊，祝師奶，我想問下你咧，哎呀，大家真係想咧幫下手咧，即係一個市場調查嘅啫，嚇！哎呀，講啦。喂，死仔啱啱講乜嘢？頭先啊，佢話攞咁長支針啊，篤入你個心臟啊！乜嘢？咁长支针督我心脏，有冇听错啊你？冇错咧，系咪？系啊，冇错，听到噶。你唔好咁讲啊！哇死咯，咁长支针督心脏，咪即系要我条命？阿王生，咪死仔啊！唔怪得我今日咁鬼难。王生，哎呀，唔得啦！佢真系咁讲？我哋琴日亲耳听到噶。亲耳听噶。我哋就人证。佢话要攞支咁长嘅针啊，嗬？要吉我嘅心脏啊？系咪杀人啊？你话？夹紧你嘅仔先得噶，睇嚟啊！佢有殺人嘅慾望啊！你個衰仔啊！咁大個仔要老豆，我冇擔心佢嘅你話乜衰有時啲嘢？哦，啱啦，衰仔啊！過嚟啦！喂，老豆啊，你兇神惡煞做咩啊？我問你啊，你做咩？你話？喂，阿祖啊，我問你啦，阿關叔啊，同阿祝師奶啊，點樣得罪你啊？嚇！你要攞支咁長嘅針去吉人哋個心臟？嗰件事啫，系嘛？听错嘅咋？听错吓？你哋讲清楚到底咩事？系咁嘅，我同阿牛哥咧就代理球囊反驳泵嘅医疗器械。咁呢个医疗器械咧，针对啲有心脏病嗰啲人。咁啊，心脏病发作嘅话咧，就用支针咧就怼落个心脏，跟住用个球囊咧就泵一泵，个病人咧就有希望噶啦。我点会害佢哋啫？只不过市场调查噶嘛。哦，就系咁啊嘛。阿三啊，那个代理权咧，你问咗未啊？哦，嗰单嘢系嘛？系啊，帮你问咗啦。嗱，如果你要代理嗰啲医疗器械咧，一定要有嗰个医疗器械特许证。证啊？嗯，个证你可唔可以帮我办啊？我喺度外经办嚟嘅咋。如果我办得咗，我帮你办啦。喂，你帮我谂下办法啦，自己搵办法啦。这个医疗器材特许证，
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即呢个证呢就可以成为呢个泵的代理商。咁啊，我哋有咗代理商权咯，咁啊可以开到间公司。你明白吗？不是，你又干这个又干那个的，你都把我搅糊涂了。我说，阿祖啊，你呢？你现在失业了，心里边着急，这个有情可原。但是咱也别像那个没头的苍蝇一样到处乱撞，是不是？哦，咁啊系。要不这样得了，我说阿祖啊，你要是想开个什么公司，我哥哥帮助你。多谢。不过咱要是干的话，咱们就干自己擅长的那个。擅长啊，我冇乜擅长喎。嗯，咱呐干就干跟吃的有关系的。哦，我爱吃，吃的也实在，对不对？嗯。那个广东人也爱吃，你们康家呢也有这方面的经验。哎呀哎呀哎呀！干一个吃的公司。嗯。喂，这个，阿牛哥，你的意思是不是要开一个茶餐厅？我告诉你，如果他开茶餐厅，远一点开啊。别，茶餐厅咱是不开了。不过呢咱还得跟吃的有关系的。你比如说啊，我琢磨着我这养这王八还有出路，咱就不如把这王八汤啊做成这个袋装的食品，直接拿出去销售不就得了。哎，刘哥，创意就几有创意了，不过那个名字不是挺好听的，起个靓名先得要。是啊，我二嫂讲得啱啊，即比如说阿姨靓汤啊，咪几咁响啊呢种档。不如就起一个叫做牛哥王八汤，哇，好啊！呀！什么叫我成王八了是怎么？牛哥王八汤应该是王八牛哥汤。这也不对，这都可以打。我知道这个意思，我就知道这个意思啊。咱们呢，在这个等这个牛哥王八汤卖出点名堂之后呢，咱们可以发展规模，对不对？咱们还可以开发一些个热门的食品。喂，话时话咧，咩嘢食品啊最热门呢？比如说啊，太空食品。太空食品。哎，太空。这杨利伟知道吧？知。杨利伟有一天人家到那个就是新加坡的一个餐馆吃饭去了，现在人家那个餐馆现在都挤爆门了，知道吗？咁犀利。哦，这太空食品啊，又名人效应。喂，有得谂喎，牛哥，你嘅思想越嚟越超前啊！这样吧，阿禅呐，你呀、就着手研究一下什么呢？就是太空人吃的这个麻婆豆腐。即麻婆豆腐就唔使研究，都识做啦，系嘛？喂，太空人食喎，好似未做过，系咪应该要攞啲牙膏学翻嚟咧？就入嗰啲嘅麻婆豆腐里边食嗰时就吱吱吱咁样啲牙膏。哇！对，哎呀，我说你太有悟性了，这个豆腐搁在牙膏袋里，它也好挤啊。这样算了啊，这个麻婆豆腐不是。太空人食品这项艰巨的工作，就交给你来开发完成，怎么样？阿祖，哎，老哥，回头说啊，我见到，哎，坐，哎呀，阿威啊，啊，好长时间没看你了啊，哎，阿祖边度？他刚出去了一会儿就回，那个死仔咧成日都神龙见首不见尾，唔知搞乜东东咧又，嗨，最近我们哥俩啊，啊，准备合伙。开一家公司，开公司啊！啊，哎呀，我早就话啦，阿祖绝对唔系池中之物，一遇风云变化龙噶啦。哎呀，这公司是好开呀、不过这手续太复杂了。唔系啊嘛，搞手续呢啲嘢咧，有人专门办噶嘛，你俾钱得噶啦。哎呀，你哋搞咩公司咧？准备开一家饮食公司。影视公司 啊，影视公司嘅流行啊，搵钱咧，我集钱咁简单嘅咋、啊，真系系啦，嗱，你不手续咧，我帮手。什么啊？你帮我去办手续？系啊，行不行啊？那得啦，那就太好了，那就谢你威哥了啊。咁你咧，将啲注册资金啊、资料啊，$20,000准备好得噶啦。不就$20吗？系啊，没问题呀、哪天我请你吃鲍鱼去。系咪啊？啊！走，哎呦，回来了！喂，你咪办手续嘅咩？嗱，就呢份咯。嗱，哇！我这一壶茶还没喝完，你就办完了？咁嘅，嗱，我个朋友开影视公司嘅，啱执笠，唔帮佢顶手过嚟，好方便啫嘛。顶手，这就是那个执照啊！行，好，喜羊羊影视公司，好听，好听。
阿伟啊，啊，你是不是搞错拿错执照了？冇错嘛，你话搞影视公司啊嘛，拍电视电影嘛，系咪你话？谁说拍电视电影了？我要开饮食公司。喂，你亲口讲话影视公司冇错噶啵？怎么我是影视？不是我，嗨，我是饮食，不是影视。你有没有搞错啊你？冇错，亲口讲噶嘛你？你个不不不，你甭说别的，把钱给我退我。来，停，你啊小句啦。我一听明白啦，即系阿牛哥咧就想开飲食公司，啊、而你咧就听错咗咧就开咗间影视公司，哎、所以话咧呢镬嘢咧即系你搞出大头发，你唔啱喎。阿伯请退我啊，退我，退翻钱啊！我点退钱啊？唔顶都顶咗啦，我退翻钱俾你，边个赔偿我损失啊？我的损失怎么办啊？喂，啊，OK。即係其實咧，我諗嚟諗去咧，即係影視公司都唔錯啊，係嘛？係啊，係啊，投資一下啲電影，話唔係我仲可以做電影明星添。啊，係啊，牛哥啊，即係其實咧，阿口水威又講得啱嘅。即係既然咧唔辦都辦咗啦，就即係一於就搞成影視公司，唔好成日話飲飲食食嗰種咁俗氣啦。阿哥啊，你点睇啊？好似电影大亨啦，系咪啊？咧、嗯，听讲以前啊，有个咩农民仔啊，你而家做到电影大亨啦，你个样点得个叻系嘛？嗯，不是你这加押一句积句的，把我搞糊涂了。本来这事儿你是办错了，现在怎么又成对的了呢？我就搞不明白，简直。阿祖，你说这事儿应该怎么办？我冇乜所谓，我冇嘢做啊。牛哥啊，嗯。我哋一於咧就將錯就錯，影視公司就影視公司咧。